烧得这么大。这火呢度又继续开始越烧越猛啦，火烛车都救唔掂啊！嚟啦，福冠，当年อยู่ที่เมืองกวางโจตลับปลาชื่อไปยี่ฉึงครับตอนนี้ปี3ครับเป็นไฟไหม้ครับขอให้ไม่มีคนอยู่นะครับ4月9日凌晨2点许，广州芳村百亿城花鸟鱼虫市场发生特大火灾。网友表示，截止早7点30分，大火仍未熄灭，整个市场处于断电封锁状态，大半个百亿城变成废墟，棚架被烧塌。网友表示，就这样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，一二楼的商铺财产一夜之间全没了。怎么引到这个？一二楼的，这个应该让东西丢了，这个应该，这个人家都找到了。广州最大的花鸟鱼虫市场百亿城今天凌晨两点发生这个大型的火灾，据说二楼全部都烧通了，然后电房可能也有问题，估计几天内都恢复不了。那么这个市场的正物的商家呢，现在到早上九点钟为止还是进不去的，现场已经被围蔽了，全部都被那个进出口都被那个封锁，不能进出。那么预计这里面的那些龙鱼啊，什么鹦鹉鱼啊，高密度那种，估计可能损失很惨重。下载使用推特国际版抖音或其他境外软件违法吗？下载注册登录推特、脸书等境外社交平台，下载使用各类 VPN 加速器，点击浏览来源不明的境外网络链接，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操作，浏览境外网站、看新闻、追星、追剧、查资料等均属于翻墙上网行为。根据我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网管理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，计算机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国际联网，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。违反第6条相关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联网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罚款。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三狮公安提醒您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，为了保护自己，绝对不要以任何形式翻墙上网。请关注平安三狮，了解更多相关知识。大毛都不把我们当人看，和港鼠队没什么区别的。叫我们去抢战鳌，抢完不派任何张岩过来，我们伤亡惨重，几十号人，反正就最后就上六七位数，完好无缺的。战壕里面被炸的，我们炸的被炸死了很多人，我挨了7颗，
命大捡回来了，就告诉你们不要过来，千万不要过来哈。反正跟我一起，那个老赵挂了哈，都不瞑目。我的身份证在这，退伍证在，户口本也在这，还有证明也，什么的。那你说，那你证明你是你，那怎么去证明嘛？你找谁去开个证了？谁会无聊去给你开个证证明了？4月7日，湖南邵阳，男子称因忘记密码，带三个证件去银行取钱，被要求证明自己是自己。当事人曹先生称，因为很多年没用卡，忘记了密码，当时退伍证、身份证和户口本都带上了，结果银行还是要他找社区开证明来证明自己是自己。我看看你们是哪个银行。凭什么更让我跟您走呢？就听那个，知道吗？这谁呀？走吧，走吧。你凭什么更让我跟您走呢？就听那个，知道吗？这谁呀？就听那个。我看这是哪儿啊？知道了吗？啊。就凭这个让你走，知道了吗？有事儿外面说。嗯，走。让人上。麻烦多到交付这个吊牌。走。我凭什么跟你走啊？你是执法呀？你是干什么？你有执法手续吗？你懂法吗？你懂法吗？你懂法吗？好点没有？你懂法吗？你让我跟你走，你可以给我出手续。有手续吗？你爱怎么走不走？你骂什么人呢你？你骂什么人呢你？出示一下你的警号。出示一下警号。你凭什么呀你？你是执法吗？你是犯法呀？赶紧走！什么叫赶紧走？你凭什么命令我赶紧走？出站，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。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